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大家吉祥，各位护法信徒，所有的有缘人，大家吉祥。在此邀约大家一起集气，我们为此次的疫情能够献我们的一份善念善心。大家可以一起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一起诵持般若心经，乃至于抄经祈福，让我们每个人用我们的心念来为疫情祈福祝福。马来西亚佛光山护国息灾线上总回向祈福法会将于6月20号早上10点举行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。让我们用每一个人的心念，每个人对 这份祝福来回向，让此次疫情能够早日远离，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，世界早日和平。阿弥陀佛。